求是持竿者。我是求是浪人。这个难度很大，但是我可以切板切。耶，哦，搞错了，我是大球。感谢带着我起飞飞楼送上的彩虹摩天轮，谢谢，感谢感谢感谢起飞楼，今天又吃一个摩天轮，舒服。这你都能切进去，我靠，有点厉害呀。你要么一杆清台，好，那你没了，兄弟，我就这么告诉你，你没了。说了你可能都不信，你没了。十号，轻推底带。哦，没事没事，有连杆。咖啡球底带。加个赛，说学不好玩。嗯，来了一个小姐姐，有没有哥哥要约的？直接溜了。看到这种就直接溜，妖怪，他等会又是什么 QQ 一二三四五，桌坛新人，可以，分还挺高。直接就，哎，算了，还是打打柔一点吧。一号，好，六号反切中带，角度很难，但是可有，我靠，犯规了，没碰到球。连杆连杆连杆，继续继续，好，到我了，啊，这球已经被挡住了，对吧？怎么办呢？其实有办法，你可以把它轻轻的推进去。我们这个时候呢，就把它往这个角度打，啊，而且呢要揉，要揉挤掉。都有问题，角度不对，转身那一瞬间，来一把卡尔萨斯怎么样？死亡送唱者，告白气球。死亡送唱者，
哦，这个皮肤有点小帅嘛，看上去。得 TP 得 TP 得 TP。一杆清台，怎么说？差不多。轻轻这么一推，哎，把我的这个，没关系。底带，加个塞，让母球旋转，控制在一半力度转过来。哎，还好。反切中带，一库、两库、三库。不谈，高手，补一下。他这个球进不去。K 的一球，哦，炸火。我靠，这运气不谈。涛声依旧，桌坛星星10000多分，来吧，吃他一波分，感觉很有成就感。带走一盏渔火，让它温暖我的双眼，留下。一段程，感谢呼叫网管的机械大火箭，谢谢呼叫网管，感谢感谢。红球底带轻推，感谢傻尼 baby 的幸福券。黄球加个塞，底带轻推右旋转，哎，加塞他路线就变了，哇，好烦。感谢 P 站的学生送上的狂欢大飞机，谢谢。好，马上抽个奖，马上抽个奖啊！各位，想不想参与抽奖啊？想不想中红包呢？想不想看直播还有机会中红包呢？想的话，等会我们来一个啊！欢迎大家参与。我还是别加塞了，就直接正常打，不要注重走位啊，那我的命中率会很高。走，这个角度还是有点难。想要参与抽奖的啊，等一下，别着急。加个低杆，轻推后拉，叫不黄球，转起来，拉回来。哎，这个角度拉得不太好呀，被挡了怎么办？这难度太大了吧？没关系，给你们展示一下。什么叫花式桌球？这个角度直接绕过去。哎，搞错了，不对不对。感谢亲爹叉送上的飞机，感谢独孤星夜送上的飞机，谢谢。
装起来，装起来，装起来，装起来。他不可能一杆清台的呀，这球他进不了。我靠，这你也能讲？你这黑球你怎么进？反切没角度，正切挡住了，他把母球进袋，两杆机会，游戏结束，轻推往前一个走位，叫子球啊，底袋不谈好这个走位，好吧？加个赛往前轻推，切底库。不谈好这球，想进哪个洞就进哪个洞。我们切底袋，感觉太简单了；打翻袋，感觉也太简单了。我们给他来个反勾底库，不谈。哎，这波把我挡住了，没关系，我秀他一波，因为我有连杆的机会，好吧？拜拜，游戏结束。涛声依旧，桌弹星星，也不是我的对手，看到了吧？这是我的，看到没有？别闹，好吧？力度控制刚刚好。桌弹星星一万多分，被我击败了。我基本都可以拿下的啊，不超过两万分的，我打起来都比较轻松。但我自己平常也不玩，我也没怎么分，为什么我就能够很有信心能够，对吧，吊打这些上万分的玩家呢？难道这是天赋吗？我们是大球，先 K 个球吧。呀，没所谓，没所谓。说实话，我觉得我的桌球水平有钻石啊，有没有？有钻石，连杆继续，你先打。嚯，这个这名玩家为什么这么？是不是有点小菜？有点小菜啊！加个低杆。哎，这一加赛立马路线就不对了。算了，还是不要轻易加吧。这球中带说实话不太好进的，角度太难了。感谢苏文龙是狗东西送上的大飞机，谢谢苏文龙是狗东西。这球不一定能进，可以，这个角度真的很难的。这球是肯定进的，但我们进完之后没得球进了，我决定勾一这个球吧，从这里勾勾这个角度，哎，差不多吧。哎，不行，角度差的有点大。这球被挡了，算了，我们 K 球吧，把这边球炸开，可以进了。炸弧一球，这球难度很大，推中带难度很大。角度真的是，哇，太棒了。这球
容易，打这个角度，打这个角度就行，轻推一下就好啊，挤上去，这球往前跟一下，跟上去。哎，我角度，角度应该调一下，拉一下，没拉，跟进去了。拉一个角度就弹到库边出来了。这球呢，好像是被挡住了，角度没有，我只能轻轻的擦边绕一下了。漂亮啊，绕过去了。那这球黑八中带反签呢，有点违反物理学啊，但是我给大家上演一波违反物理学的进球，牛顿看了都会颤抖的一球。这波直接反角度切，轻推送进去，完美。没办法，